可能的完成自己的学业，然后随后才来成为一名职业球员。老马今天也是非常的这个看重啊，把他放到首发阵容当中来，也是希望这个年轻人呢第一场球能够找到非常好的一个自信心。你再前一次出现在 CBA 当中其实已经是两年前了。这边孙悦的防守功力展现出来了，2米05，能够几乎能防四个位置啊，是这个球啊，皮尔杰克逊还是不够了解孙悦的，孙悦的防守能力这种球太容易落到大圣的手上。球传出来，白昊天给到卢一文，上赛季三分球投得非常好的卢一文啊，这个天的两次远投都是没有抓住。好球啊，这个球打的节奏非常好啊。龙子峰，龙又完成了一个抢断。这段时间啊要起势了，那老马是不是哎呦孙悦这是经验啊，等于是帮助王子睿，王子睿扔出的锅孙悦接住了，别的地区的球迷能够参与到我们腾讯体育的互动当中来。这边第二节的比赛，三外援对双外援，这边第一攻来自孙悦的远投，时间中距离明显短啊，皮尔杰克逊这球又给了皮尔杰克逊的一个下手刀球的犯规。今天好球，孙悦今天也是目前全队最高的个人得分。好球，这个球，哎呦，这就是孙悦的作用啊，在一个防守的一个这快攻啊，孙悦好球，再投进，哎，孙悦的女儿这边好球，又是孙悦的封盖，回过头来张帆的转换，两分打准，就是让悦子的一个协防补防能力啊，还是功力还在啊。这边处理球应该是要换人了，孙悦的空位再投进，十分了，这个要叫暂停了，我觉得是。好球，孙悦这个球非常关键，利用对抗之后完成了一次两分的进攻，福格重新回来，哎呦，可惜了。第二个问题要点评一下球队一老一少的表现。孙悦跟王少杰。The second question is about, can you please make a comment about the Q and the Wang their performance? I mean, Q played a great game. He had a great floor game. He made big shots. He played great defense. He altered some shots. He did a lot of things on the court tonight.孙悦今天晚上打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，他在场上贡献了很多，包括投进那个很关键的投篮，在防守端他也做得非常好，这场比赛他打得非常好。